最佳男主角。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，吴康仁。当男人恋爱时，邱泽、气魂、张震、不生饭、杨佑宁、听见歌在唱、马志祥。恭喜张伟哲。最佳女主角，怪胎谢欣颖，美乐蒂杨丽英，消失的情人节李佩瑜，艾莎杨静，当男人恋爱时徐伟宁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导演，红学麦纳斯黄信尧，消失的情人节陈玉勋，无声柯真年，当男人恋爱时殷正豪，鬼扯许富祥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剧情长片，同学麦纳斯，消失的情人节，无声，当男人恋爱时，气魂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软弱的梨，王志凌，无声，陈妍霏，无声，刘子泉，艾莎，陈义君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男配角，同学麦纳斯纳豆，同学麦纳斯刘冠廷，无声金玄彬，鬼扯刘冠廷，亲爱的杀手郑志伟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配角，魁将纵邪二陈雪贞，艾莎严艺文，当男人恋爱时钟欣凌，鬼扯百白，气魂孙安可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恭喜佩宇，谢谢蔡凡熙，两位先请到后台休息，谢谢。还没进场的，接下来。